这本书是你的吧？谢谢您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走得太急，回去取笔记本，不小心撞到你了。别总道歉了，我叫苏尔瑞，一个月以前来公安大学进修，以前在省警官学院工作。省警官学院？那是我的母校，我是那儿第二届毕业的学生。 我到这儿进修一年了，以前在正阳市公安局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哦，我叫金瑞。金瑞。嗯。正阳市公安局缉毒支队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大名谁不知道呀？周老师早就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周老师？哪个周老师啊？ 周赤波老师啊，你的高中老师也是我的高中老师，只不过我入学的时候你就已经毕业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宋尔瑞，周老师跟我提过，他说你是他带过的女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。你高中毕业后参了军，到了海军陆战队，对不对？ 谁送我回来的？
瑞总回来的。瑞帮我脱的衣服。怎么搞的？我应该没失态吧？啊？姐姐是给自己买还是给朋友买呢？朋友，是男朋友吧？姐姐看上这个啦？姐姐男朋友一定是属羊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自古以来玉是辟邪的宝物。姐姐男朋友属羊，带上他一定能够平安。好，就是他了。好的。哎，丁瑞。哎，我要去树井。哎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等我回来。你好，你是尔瑞吧？你是？我叫姚远，今天刚来缉毒支队工作，就在金瑞哥手下。哦，嫂子，哎，别叫嫂子，我还没结婚呢。好，进。金瑞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，这是公安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肯定能录取，太好了。我已经跟院里打好招呼了，后天就走。后天？对啊，后天。我带的东西多，你可得送我。哦。可是我接到了任务，明天要去开源，我后天还不一定能回来呢。这样吧，我尽量去，如果我去不了的话，我让姚远带我去送，好吗？我这一走，一年半载可就回不来了，连送送都不肯。我不是不肯送你，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尽量往回赶，如果赶不到的话，我让姚远送你，好吗？那你要是一有时间了，就到北京看我，记住了吗？我肯定会去看你，如果你想我了，就赶回来看我。反正正阳和北京的距离也不远。对了，到了那儿，如果需要什么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寄给你。那你要是电话又打不通怎么办？你可以打给姚远啊。姚远，姚远，姚远，我又不是跟姚远谈恋爱，你把我让给他得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呢。嗯。喂，收到，是。又有任务啊？现在就走？哎，我后天争取回来送你，好吧？哎，金瑞，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呢。回来再说吧。
其实，金瑞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从来都以工作为重，一句甜言蜜语也不会说。我该理解他，可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金瑞是一个冷酷无情、铁石心肠，甚至以为他并不像我爱他那样爱我，这让我很失望、苦恼。到了公安大学，他没给我来过一封信，更没来北京看过我。第二年寒假，我才回了一次正阳，他正在忙着一桩大案，只跟我匆匆见了一面，我的心就更凉了。如果没有毕业时正巧与姚远同行，也许就不会与姚远相爱。姚远，亏得你来了北京，不然我还愁这么多东西怎么回正阳呢。你都不知道，你打电话跟我说来北京，我有多高兴。要是金瑞哥来了，你就更省心了。别跟我提他，他心里哪有我呢。嫂子说的不是心里话吧？别叫我嫂子。那我叫你二瑞姐行吗？行。给，擦擦汗。二位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没事。啊，说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。真的没事。各位旅客，请不要惊慌，刚才紧急刹车，列车就要开动了，请旅客马上回到原位。怎么样？饿不饿？我不想吃，只好减肥了。你那么标准的身材，减什么肥啊？我发现你越来越会说话了，不叫我姐了。怕把你叫老了吗？我倒不怕叫老。那祝你永远年轻漂亮喽。哎，走吧，去餐车吧。你要是不想动，我就给你买回来。一起去吧。好。你点这么多菜啊，我只喝点汤就行了。喝汤好啊，不过只要你能吃一口啊，我这桌子菜就算给你白点。我发现你是真会逗女孩子开心哎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男孩，上面有两个姐姐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。所以啊，从来不分男女界限，你可不要害怕呀。我怕你什么？不过也好，以后找对象不用介绍人了。你怎么不吃了？我是单相思。你看过日本电影《生死恋》吗？怎么了？爱情不是去市场买东西或者上公交车，用不着按先后顺序，你说是吧？我要是比他先认识你就好了。你吃吧。姚瑞，奶奶扶你吧。奶，我现在仍然可以争取，我会对你好，一直对你好。
直到你愿意和我在一起。怎么才五点？咱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有病吧？装什么孙子呀？二位心里想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二位需要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二位是个人，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。你给过她幸福吗？从来没有。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女人该有的正常的生活，而你呢？满脑子想的都是办案，他需要的绝对不是你这样的男人，你们俩根本不合适。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很爱尔瑞，我特别特别爱他，他也需要我。我俩在一起会比你们幸福。滚！滚！对不起。二瑞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醒得太早了，房间里面太闷，出来透透气。昨天，谢谢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失态了？
别再为难自己了，忘记过去。我认为金瑞的想法很有见地，可以称作是教改十二字法，那就是大公安厚基础，精专业重实战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课堂教学和实践课二加二，四学年八个学期，实践课占三分之一，这样四个学年下来啊，出炉就是一块好钢，到了一线抓起案子就能突破，再就不会是那种追不上打不赢审不过的白面书生了。其实啊，这种理念并不新鲜啊，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回归论，也叫工具论。早在20世纪就有一个权威叫做杜威，他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，主张教学即是生活啊，使整个的学校教育成为了生活大本营的一个实验品。结果怎么样了？失败了。我不认识杜威，也不迷信权威，我讲的是实战，是咱们警察每天要面临的危机。大家都知道二王大案，都知道卓长仁劫机，这两起案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二王一声枪响，打开的是中国犯罪分子热兵器对抗的大幕，每一年都有成百上千的警察死伤。我们警院警校培养的警察不能再不懂公安业务，不懂临战应敌，难道让他们继续用血肉之躯去堵犯罪分子的枪口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警院的教育才应该更具有前瞻性啊，为应对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引导学生呢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困惑和问题，怎么解决呢？只有通过我们的教学，使学生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，使他们学会批判和反思，而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回归社会。学校不是警营啊，我们学校的教育就应该理论化、知识化、正规化、科学化。如果找不到铲除，就想办法从警察内部入手。峰哥，这也太难了。凯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大哥在警察内部有什么朋友没有？大哥在警方内部好像有内线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只是有的时候大哥会让我突然终止行动，说是根据可靠消息警方已不往。他们怎么联系？邮件联系。对了，大哥这有台电脑。云汉大哥在的时候，这台电脑谁都不许碰，他自个儿没事总盯着电脑看。需要密码，我让你破解一下。不，万一被别人发现里边的秘密就坏了。好好想一想。这大哥能用什么做密码？校长，您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可为什么从警院毕业的学生到一线得从头学起呢？不会审问犯人，不会记笔录，听不懂犯罪嫌疑人的话。还有，我想请问孟大教务长，啥叫摸死狗？啥叫啃地皮？啥叫刷浆糊？啥叫蹬大轮啊？什么什么呀，你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傻了吧，
不知道了吧？因为咱们教科书上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警院的学生一到了一线就在犯罪分子的后面，被人当猴耍，耍得一愣一愣的。宋瑞，你是四中队的中队长，你谈谈你的想法，你跟金瑞的想法一致吗？我提几点可供参考的情况。埃克塞特警察大学是全球最著名的警察大学之一，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基层实习。他们的院长带领所有的学生访遍了整个英国的派出所和警署，了解到一线警察所需要的东西。他们的口号是让警务实战引导科学。既然省厅要求咱们警院搞教改，咱们的方案都交上去了，不能这么不了了之。我看不如拿四中队当试验田，咱们实行教改，如果成功了呢，以点带面；失败了，拿我金瑞试问；如果失败，我自动离开警院，不再执教。秦秘书，你是代表刘厅长来的，你表个态。我呢是带着耳朵来的，打算带着嘴回去，如实汇报。哎呀，曹源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晒黑了。曹源妈，你还好吧？啊，挺好的。你还好啊？啊，我挺好的。哎妈，对了，啊，这我同学大任。哎，伯母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见过吗？上次你们几个被带去派出所的时候，不就有他吗？哎，对了妈，嗯，多亏大任帮我忙，哦，要不是他托那个冯叔帮我买那个内增高鞋垫，哦，我肯定就抬不成那种警徽了。啊，是吗？要谢谢你啊，大任。哎呦，曹家妈妈，哎，儿子回来了。是啊。哦，曹源，你看上次你们几个在人家史老板店里打架，人家多有气度啊，根本一点都没计较。嗨，不打不相识嘛。我这饭店就开在警院对面，没少沾孩子们的光。哎，上次打架的事儿啊，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那俩顾客先动的手，害得你们一定挨老师的骂了。说良心话，你们挺冤的，我这心里啊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哎，曹家妈妈，啊，现在正好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你先把摊收一下，到我那儿吃顿饭，我请客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哪能让你请呢？啊，饭是要吃的，我来请客。哎，我要请这个他的同学邱大任。别客气，我请啊。哎，哦，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就是你扛着一袋子米放到我饭店，怎么一直没来啊？啊，对了，你那个叔叔也一直没过来。哦。我们才刚军训完呢，你记着啊，哎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甭客气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伯母啊，谢谢你啊，不过咱们还是别去饭店了吧。大人，客气什么呀？别客气了，别客气，啊，把摊收一下，赶紧过来啊。啊，我收摊，我和大人一会儿过去啊。哦，哎，那 行，我先去点菜。去点吧。啊，哎哎，大人，啊，别忘了，咱们这次有件重要的事儿。你不觉得上次打架那件事儿很蹊跷吗？什么蹊跷？你常挂在嘴边的恩人怎么会是金瑞？他是怎么找到你的？姐，你刚进戒毒所没多久，金瑞就来大理找你。姐，你跟我说过，无论谁来找你，在没弄清楚对方身份之前都不能告诉他你的去处，所以我没跟他说。当时我还在餐厅打工，金瑞说我年纪小应该读书，问我愿不愿意去读警院，他还给我买了很多复习书，还帮我报名参加高考。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我就同意了。高考成绩下来，我过了警院的分数线，可是通知书却迟迟没有下来。
我去学校打听，他们说警院提档早就结束了，没有拿到通知书，不是政审就是体检不合格。我当时还挺失望的，没想到金瑞又找到我，说我的政审确实有些小问题，不过他都帮我解决了，我这才进的警院。你的政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，我进了学校之后，就听到有些人在议论，说金瑞为了让我上警院，找了一位公安厅的刘副厅长，刘厅长又和我们高院长打了招呼，我这才被录取。再后来，我来看你，金瑞总是跟着我，保护我。这个骗子心太坏了，他以为控制了你就能左右我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跟金瑞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林夕，你要听姐姐的话，千万不要相信金瑞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是一个忘恩负义、没三德的小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生日，连姓名的汉语拼音都试了，这密码能是什么呢？是他。谁啊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肯定是他的生日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跟金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林夕，你要听姐姐的话，千万不要相信金蕊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是一个忘恩负义、没三德的小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！麻烦了吧？就算林夕不对你产生恶感，至少他也会怀疑。峰哥，还真有你的呀！果然是云峰的生日啊！圣女，就这个人，肯定是他。这是大哥在警方的内线。你看，这是大哥出事那一天收到的最后一封邮件，有礼物送给你，老地方见，圣女。圣女？难道是个女的呀？这个老地方是哪儿？不知道，云帆大哥很少提起他。在逍遥世界，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知道大哥在警方有内线。凯子，我问你，这个圣女的消息可靠吗？非常可靠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，要不是这个圣女，我早就没命了。你看，这是警方的行动部署，非常的详细。看来这个圣女不是个小人物，要不然她也不会知道这么多警方的内部情况。你们俩多吃啊。嗯，大任，哎，多吃点肉来。多吃点啊。嗯，多吃点肉啊。哎呀，我没少吃。来，哎，快吃快吃吧。妈，嗯，我上厕所。哦，大任，你去吗？啊，我也去。哦，啊，快去吧。什么事儿？这儿肯定有黑幕。这儿，你再去你上次那房间看看，有没有什么新发现？我再去别的房间看看啊，小心点啊。
怎么样？发现什么呀？没有，就几个空箱子。走，我去说。进来，进来人。你们俩是既吃不记打是不是？又跑那儿去干嘛了？曹源他妈请我俩吃饭是吧？对对对，请我们吃饭。还有呢？其实什么？编，接着编，接着编。其实你们俩想去探探虚实，看看里面什么秘密，对不对？金老师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你，好奇心是警察的必备心理要素。但好奇心只是心不是行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搁到心里，别人不会知道。但要落到行动上，别人就容易发现，明白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，那史老板发现我俩了？暂时不会，否则一定会警惕的。我们很多执法者在第一线，明明知道嫌疑人是谁，为什么不动手去抓？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。哎，又或者是为了挖出敌人背后更大的敌人。这行啊，你开窍了吗？啊，记不记得军训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你叔叔的人来看你啊？行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回头再说吧。记住了啊，对任何人都要存有戒心，别以为别人帮了你们了就是善意。遇到什么事儿多问几个为什么，特别是你。去吧。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林夕，金老师，你以后再去戒毒所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一个人出去危险。全班同学出去都没事儿，为什么只有我有危险？金老师，你究竟在担心什么？谁要急着害我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跟我姐姐究竟有什么恩怨？你为什么总是跟踪我？只要我离开你视线一步，你就紧张。到底谁要害我？好歹我也有权知道吧。你听我说，林夕，还玩这个？尖锐。能跟我去个地方吗？去哪儿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打过同一路班车。